奇迹激光光，你破了妈妈给我哦爱的么么哒，拜托了妈妈，拜托了妈妈，拜托了妈妈，拜托了亲爱的妈妈，拜托了妈妈，拜托了亲爱的妈妈。拜托了妈妈。首先呢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育儿挑战官，就是黄英。欢迎黄英。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英。对，欢迎黄英。还有一位挑战官静姐是被我们临时突然拉到台上来的。哇，他真是太重要了。对，就是黄英的先生曹帅。欢迎曹帅。Hello， 大家好，我是曹帅。一位武打演员，一位实力唱将，夜半三更要和谈甜蜜。一文一武，郎有型，女有貌，一儿一女组成好字。他们是育儿挑战官曹帅、黄英。今天的这个未来守护官呢，就是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儿科门急诊主任陈英主任，欢迎。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刚才我们俩聊天说我们的节目都两年了，对，真的特别快，真的太快了。不知道陈英主任在接待这个病患者，像那个不叫患者，就是产妇，你这个一看你就对，有没有他们看过我们的节目呀？有啊，很多的那个妈妈就说，哎呀，拜托的妈妈真的就是特别有用，完了给他们带来很多帮助，真的。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就是马上要生了，她从怀孕的时候就把这两年拜托了妈妈节目从第一期到现在全看完了，全都懂了。然后她就跟我说，说这个节目太有用了。但是大家知道多难吗？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节目要寓教于乐，因为它不像看公众号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节目能让人觉得干货满满啊，我觉得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专家还有我们的导演团队。哇，你们太谢谢。对，棒棒的，我们只是花瓶而已，摆在这儿了。我们要把这个目光回到两位身上啊，这个挺累的啊，最近。对，这个是屏幕首秀呗。哦，对，刚刚秀完一个真人秀，那是分开的，不算。对，之前我们以为是出去，然后可能两天见一面，两天见一面，可结果不是的。多长时间？从头到尾，单独带着孩子，然后我还好了，我就吃喝玩乐哈。我跟导演说一句话，我说你别说是爸爸，我说你让妈妈来独立带24天，他们都得迷糊。够呛。对，真的是24天，完全没有任何人帮助去带。哎，我跟你讲。这肯定是个女导演，让妈妈享受，爸爸带孩子。哎呀，怎么不来找我呀？现在老大几岁啊？3岁。老二也出生了，是8个月，马上快8个月。好快呀、啊！好快啊！太快了、啊！那你俩的感情够好的，这是计划中还是忽然而至啊？忽然而至吧。哎呦，忽然而至，我的天哪！好甜蜜呀、啊！你本身我俩一说想两个宝宝，然后如果是有一儿跟一女，我觉得是特别完美的，因为我觉得男人。我心里面还真的是觉得男人应该有个女儿，这是我的一个愿望。然后就忽然间这孩子到来了，就是满足了我人生的一个愿望，而且刚好是在30岁之前。我就对一个男人来说，有老婆、有儿子、有女儿、有家庭，我觉得是人生赢家。谢谢老婆。静姐，我刚才听到一个事儿，30岁之前，对，曹帅还没30是吗？对，长得老了一点。我们知道中国其实都是妈妈带孩子，爸爸是负责这个参观或者是那个买单啊，比如说你在京东购物单，到最后比如说有一只你来出钱就好了。我看到，对，我看到很多爸爸连那个里面卖的是什么，那个东西是干嘛的，他也不想知道。其实我们家里那些需要的物品啊，还有一些育儿神器都是他买的。哇，我都没听说过，他就找出来了。爸爸了，那我插一句，你都是在哪儿买的呀？京东啊。啊，真的。可是我觉得武术啊武打男的都是粗粗拉拉的。他不是，他真的很细心，他比我细心，就外表是个爷们儿，内心是个娘们儿。我们拜托了妈妈，正缺一个这样的明星爸爸，将来跟我们参与各种跟这个观众的互动，你愿意加入吗？我来了，静姐。静姐腰都快破了，姐姐手，今天陪你来陪值了。对，你来了。来对了。哎，
陈主任，你看咱们状态是不是特别对？真的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就是说，爸爸参与，他就更能体会妈妈的那些辛苦，因为原来他觉得哦，你在家里面有什么可累的？那这一点我觉得我老公还挺标准的。我们每次小九生病什么的，他都会，我们都会一起，从来都是两个人待着一起。哎呦，我觉得我要被虐死了！你们在那边看不到眼神，优秀爸爸真的是。你们可能是这样，哎，杨淼，哎，静姐怎么样？一转过来，啊，我老公怎么怎么样？哎，听听听，八卦一下，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们是，我那年我比赛，然后他当江映蓉的嘉宾。2009年，听到他们电视在播《长津山红》那首歌，我说我就支持这个女孩了。然后回去我才查这人长什么样啊，是谁啊，我才会查的。你是被她声音迷住的是吗？一开始啊，对，被她才华打动了。认识多久结婚的？五年结婚。哦，哎呀，好棒啊，特低调，因为他们一直。但是我觉得你嗓子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唱一些跟孩子有关的歌啊？唱过一首，怀小九的时候，我们当时就给小九写了一首歌叫《幸福羊》。蜻蜓追，蝴蝶飞，天上彩云一朵又一朵，田里青蛙不要跑，我们和你一起躲猫猫。哇，好好听哦！你在家已经可以宝宝唱了，这粉丝心态啊，笑的。好甜美，你是不是在家也经常给宝宝唱歌啊？我们分开录节目嘛，然后他跟我说小九会经常说想我，然后他想我的时候他就给他放这首歌。因为小九他不是一个非常愿意直观表达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后来见我，他就告诉我说，妈妈我想你的时候我就听这首歌《蜻蜓追，蝴蝶飞》，他就跟我说。哎呀，OK， 虽然两个人这个很甜蜜啊，然后我觉得也经历考验，不过拜托了，妈妈也有考验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刷刷朋友圈啊，就是我妈妈有个关系比较近的朋友，前几年添了孙子，她总是到我们家来给一些她孙子用过的东西、衣服啊、玩具啊、奶瓶、奶嘴儿。并不新，都挺旧挺脏的，而且还是男孩子的，就是跨性别了，不一定适合我女儿。每次来了给我妈一大包之后，我选了一下吧，不要我的默默的丢了，后来被我妈发现还发脾气了，我们吵得特厉害，最后说我看不起这些旧东西，就别带孩子回家来见我。那我就先问问你们，你们家老二有没有在用老大用过的东西？有，比如玩具，然后还有一些干净的衣物。就你像老大，他吃的东西上面有一些果子啊什么的那种东西，我就不要了。衣物，婴儿车。周围朋友有送你们什么以前旧的东西吗？有送衣服，但都是新的，就他的孩子没有穿过的。他穿不了了就给我安全座椅，对，是吧？我邻居给我。佳念，你看起来小时候条件应该不太好啊。是瘦的吗？就是根据你平时经常聊天的内容以及现在爱买名牌状况，我推算出来叫报复，你知道吗？我跟你说，静姐，我当时记得不仅是别人家穿过的，我还跨性别节，我还穿裙子。好，问题来了，到底什么东西是可以用旧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用？我们到中间，我们来选一下，来看一下，来。好，现在我们就要揭晓一下，到底什么是不适合送给别人，或者说不适合再用的。对，那我们请两位来选一下。我把它放在这里面。那先选不适合的吧。这个吧，机器可以，但是这个奶瓶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用过的。对，这个可以单配一个。这个不适合。为什么？用过的勺碗之类的。对，直接接触口不适合。不适合的。对，这个如果穿得太旧了，不适合。不适合啊，多可惜呀。这个适合送人吗？太旧太脏了就不要。不适合啊，送人。那放这儿。那这枕头呢？适合送人吗？用过的不适合。真有钱，来，这是这个可以，这可以，这完全可以背孩子的，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适合送人是吧？对，我觉得没问题。玩具可以送，可以送，可以。好，这奶瓶适合送人吗？用过的，适合用过的，用过的那个可以，这些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期，洗发水对，不过期的话，保质期内是可以，对，反正就洗浴用品啊，对。我觉得黄英还是蛮有经验的，就是她挑的，就是我觉得还是很合理的啊。对对，然后这奶瓶呢，我们就不建议再给
就是别的那个孩子再使用了，因为毕竟还是直接喝的嘛。而且奶瓶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用完了，我不会说马上那个孩子就出生了，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家放了一段时间了，放个两三年，哎，对，这种的肯定就霉菌，对，所以家里的老二也不建议用这个奶瓶，两三年、三四年老大的这奶瓶了，对不对？对对。小枕头，这个什么不适合送人呢？这个小枕头真的不建议是这个再送给别的孩子，因为其实我们小朋友特别爱出汗，出汗以后这个枕头其实是非常容易发霉的。最关键的，其实我们大部分送的都是小孩的衣服啊。对，小衣服是这样的，如果是比较干净的，或者是没怎么穿过的，当然是 OK 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穿过比较旧的，甚至都有脏的，这种肯定不建议。对，特别是这种婴儿的小爬服，我觉得他那么小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拉在上面啊。对。对 对, 对，其实就比较脏，就算了。哎呦，问题来了，这个是送人最多的，比如说用过的这个小餐具，大家会觉得消毒没有问题，然后给老二啊、朋友啊。对，如果是送给朋友或者是从别人那里拿到的，咱们要知道对方孩子的一个状态。就是跟饮食有关的，我觉得对，还是谨慎比较好。为好。那我能用这个当挖耳朵勺吗？鞋。应不应该送朋友的小孩呢？因为每个小朋友他其实那个足弓，包括他那个用力的姿势都不太一样，他那鞋都已经偏了，你就没办法再穿。像这个我觉得可以送，因为这个很硬，很硬，小雨鞋新点的，对，比较新的，没有怎么损耗的，这个可以，这个没问题。对对，两位说这个可以送人，就说这个背带可以送人，这是背那个背包是背孩子的，我们要注意他有没有受过潮以及有没有发霉，看不出来呀。对，但是就是你觉得比如说好像有一点味儿，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霉味儿，就是这种，因为霉菌其实非常容易引起孩子过敏，所以咱们就是如果不确定就也不要要了。孩子如果不小心尿在上边了，或老吐奶什么的，就别给人了。对对，就不要。哎，正好问一下，因为我是粉尘过敏特别严重，这个小孩对霉菌真的那么敏感吗？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对，霉菌其实是一个特别强的过敏源。那么现在夏天的时候，周围霉菌其实特别多。那么小孩子霉菌过敏可以有打喷嚏、流鼻涕、咳嗽，有的甚至出皮疹都有。对，像我二宝前段时间手上就有一块，当时我在想是不是什么螨虫给咬的啊，或者是怎样的？一般螨虫不会咬，它就是容易过敏。但是就是蚊虫叮咬是可以的。对，再一个就是夏天，我们就霉菌这件事情要考虑，就特别多见。其实送东西这件事儿呢，是一个好心，但是大家有了科学常识就不会乱送了，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也鼓励这个环保或者节约，然后反而给自己身体带来造成生病潜在的危害，这也是一些常识。对，他们俩很棒啊，选的对不对？非常有经验。好，谢谢两位，谢谢。我们刚才其实通过什么东西不能送这样的一个测试啊，我们发现了霉菌。哎，我刚才这个黄英这边也很紧张啊，这挺可怕的，很大一块。我在临床当中发现，就是大家对霉菌的关注度特别低，对，都不知道。对，那么实际上霉菌的菌丝，我们刚才说，就是它非常细小，是肉眼不可见的。我们看见那个所谓的那个霉菌，那都是很多个霉菌。现在呢，就是说霉菌生存的条件是什么呀？温度、湿度，家里的卫生间。边边角角肯定是非常容易的，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家里的那个滚筒洗衣机，那个滚筒圈缝那边那地特别脏，其实对，要清洁。还有我觉得家里面就是咱们容易忽略的就是那个浴巾，我们至少两条浴巾，今天是 A， 明天是 B， 晒一晒，对，另一条晒去。哎呦，这夏天还真是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湿度，对，所以我特别建议小孩的衣服手洗，或者是说，比如说小宝宝那个自己有一个小洗衣机，独立的，因为实际上有了家里面就是妈妈蛮辛苦的，你让他都手洗也挺累的，对，所以有一个小洗衣机给小朋友，完了注意清洁，我觉得也可以。对，从送衣服这件事儿啊，我们就说起了霉菌，而且我们还觉得真的是。我们大家要提高这个认识，然后不要给别人反而好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再次谢谢陈医生，谢谢陈医生。我觉得今天曹帅啊，给所有的爸爸们做了一个表率，就是爸爸其实也要尽可能的多参与到我们的育儿的活动中来。不过接下来呢，就该我们考验黄英的时刻到了。我们要看看黄英能不能想出什么样的好办法来解决下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请曹帅先休息一下，谢谢曹帅。
那接下来呢，要进入的就是我们干货满满的 at 守护官。好的，又到了我们的 at 守护官环节。今天我们的守护官就是陈主任。那是谁来 at 守护官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有五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活成太阳。别怕，破坏，一小环境越来越恶劣。宁可在空调房里哭，也绝不在电风扇下笑笑笑笑。天气实在太热了，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天真热。是皇上守护官，我得去防暑了。哇，真的热到了大家心里了，真的太热。今年戴军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说什么时候巴提亚变成了那个避暑胜地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现在咱们为什么会越来越觉得热，对对对，而且孩子现在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是这种所谓中暑的特别多，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恒温的环境里待得太久了。 对，所以我们整个对热以及冷的耐受度都特别差。好像是啊，现在就是天气一热，我们小孩马上中暑。您这个就诊最近的孩子多吗？对，多，各种的跟热天有关的，比如说中暑的、发高烧的，对，特别多。现在主要是这医生最有感觉，这两天啊，对，非常明显。那咱们是不是现在把空调关了呀，静静？啊，那我觉得。哎，其实我觉得黄英是不是比较有这方面的绝招？因为你是四川人嘛，家里就很热。对对对，是不是就有一些这个祖传秘方什么的？防暑秘籍。对，我今天带了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电风扇。啊，电风扇。这个真好，是他爸买的。不要这样，我的脚放草。还有就是绿豆汤嘛，夏天我们都会喝的东西。绿豆汤。还有一个就是眼镜，我一定要给他备，因为小孩一定要戴墨镜，并不是为了装酷啊，其实就是为了保护他的视力。对的，而且不贵，几百块哦。像防晒衣，对，这个防晒衣也需要，对，很有用。还有就是喷雾了，小孩这是防晒喷雾吗？对。宝宝中暑他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起痱子呀，或者湿疹啊，这个不是中暑的表现。最典型的中暑的表现就是发高烧。就是说有时候家长不知道什么缘故，就是很紧张，就是发高烧。而且经常中暑的孩子除了发高烧还吐。这时候咱们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先啊，屋里面比较凉爽的环境，空调打开，然后别冲着孩子吹，然后孩子呢少量多次的喝水。为什么别说一下子喝特多？因为少量多次，对，你给他一下子喝进去500毫升，全吐了，等于孩子更难受，白喝了。对，少量，一会儿喝一口，一会儿喝一口，然后可能他这个半天一天的他就好了。这样说完，我赶紧喝一口。对，少量，不用特别上来就灌药啊。对，所以想起这么热的天儿，宝宝在发烧啊、吐啊，多难受。对。其实这个对中暑啊，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的，可以预防。所以我们请陈医生从这个衣食住行我们讲讲，怎么给宝宝预防中暑。那我觉得这个预防中暑应该贴在上海迪士尼门口。对，太热了，医务室人满为患，而且那里面好多孩子喝水喝的不够，是吧？但是你已经快排到头了，对，真的我就不甘心啊，撤！孩子也那样，你也那样了。所以如果您即将开始迪士尼之行，请您一定收藏本期了。我们先从衣开始说起。我们那个夏天小朋友穿衣服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宽松是最重要的。我看现在小孩子有的穿的那特好看，紧身，就特别紧身，然后那种什么就是绑在身上。这个花心的也特别多，有时候还不是纯棉的，还有一些亮片，其实那些亮片都不透气，还有那种裙子纱的，其实那种好多都是不透气的，特别难受，对，不透气，有纯棉的、吸汗的，完了透气的啊，这样子让孩子穿上就比较合适。其实我有个疑问啊，就是为了防止中暑，我们应该给宝宝穿的长袖长裤好呢，还是说那种跨栏背心就是穿的越少越好呢？穿稍微长一点的薄的，
我觉得更好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你晒了以后不光是中暑的问题，它还有晒伤的问题呢，对吧、哦、啊，也而且也有晒的就是出了好多汗出痱子的问题、嗯、还有在外面比如玩还有蚊虫叮咬的问题。对，刚才我还看到黄英拿出那个法宝，就是防晒霜、嗯、就好多人都有争议，应该宝宝多大的时候就可以用防晒霜、哦、然后这个防晒霜怎么用，对对对，像我的二宝能用吗？对，如果出去比如说一岁半之内的宝宝吧，其实他基本不太能够自己走来走去，对吧？对，得抱这样的，我觉得物理防晒为主，嗯，比较好。就是把小车的遮阳伞呀，哎，那个、很简单，打伞呀，戴小帽帽呀，对，又防晒又安全。嗯、大一点的，有的就你管不住它，跑来跑去的、嗯，你就是说要买就是对孩子皮肤没有致敏作用的这种，回来以后呢，咱们注意给它洗干净，洗掉、嗯、啊，洗完了以后注意涂点这个面霜、润肤露，嗯，嗯这样的。但在这儿，我想吐槽一件事儿，去年带妈妈爸爸去新疆玩的时候，就是那火焰山呐、啊，那个温度是52度，而且那时候已经10月份了，你想象它有多热，再加上地表之类的，我就看到有两个缺心眼的妈哈，抱着这孩子呢，完全裸露在外面，还是抱在怀里的，这儿这儿这儿全晒出了大红斑，一看就是晒出来的，这也太挑战我们小宝宝了，对呀，小宝宝没不能去这样的地方，对这种的，有的时候不光是皮疹的问题，那孩子有可能就是说非常严重的这种暑热，他还可能损伤到这个我们的脑子呢。对、啊，这个一下还有铁扇公主拿扇子拍他一下，对，这个太夸张了，太缺心眼了，对对对、嗯。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穿的方面，就是衣的方面。对，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食。这是冷面吧？这是冷面。那问一下我们的嘉宾，你觉得小孩在吃的方面要注意什么呀？夏天就夏天肯定不能吃热性的东西，就吃凉性的东西。但吃凉性的东西也不能一次吃很多，像西瓜什么的解暑，不要吃很多，吃两块，不给他吃。什么呢？不给他吃芒果和那个荔枝，就热性的，可以呀。特别想吃呢，他我就要吃荔枝。少吃点儿。他自己知道，他就不吃了。除了这个以外，我也不建议给孩子吃很多的樱桃。哦，对，樱桃也是热的。对，樱桃。为什么提到樱桃？因为樱桃就是很难几颗。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很爱吃，它很好拿。不滴汤，然后又甜又可爱、啊，然后家长一买，专门给孩子买一箱，给水果界的瓜子了，对 对, 对，一刻就停不下来，是这样的，西瓜类的我觉得可以，可以吃，但是比如说孩子这个脾胃比较弱的，虚弱的或者是说容易腹泻的孩子就不建议吃了、嗯嗯，还有的老人喜欢夏天给孩子拌点菜吃，或者就是弄点那种熟食，嗯，还有外面的，那个真不行。吃完了以后拉肚子的特别多、嗯、然后就是吃那什么切的那个熟肉什么香肠什么酱牛肉、哦、比如说我今天吃完了以后放到冰箱冷藏完明天拿出来还吃的都是特别爱坏小孩就不行对我们大人抵抗力强啊、嗯、接下来就到了住住嗯，我们的房间里应该住一些什么对可能在家里面比较容易争执的就是这个空调的事儿对对对、嗯、我是开空调的开不开开不开因为太热了你怎么开就25度我得分空调如果太凉我就把客厅的打开房间的卧室的关了但是门开着对吧对、哦、我也这样哎另外你铺凉席吗给孩子我现在目前没有铺我铺哎、哦、我从小到大就睡凉席好着呢我跟你说中国几大玉乡有和田然后有云南我们家就是岫岩就是我们鞍山市直辖的呀然后我们就在那儿从小睡的都是我姥爷给买的就是一块块像麻将块的那种玉的枕头玉的凉席、啊、太厉害了睡那个就睡那个长大个儿我就说你现在眼睛冒贼光冒绿光对如果这种三伏天气咱们家里面就是该开空调还是开空调、嗯、对吧但是要注意就是不要温度特别低、嗯、我觉得像黄英说的比如说开25、26度啊、嗯、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很舒服了对很舒服就是不要冰冰凉的这种、嗯、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不同的房间开不同的温度我有一点建议那么除非你的孩子就在那个屋子待着、嗯、不出来嗯，那个房间比如说28度到这个房间25度够不好其实你这样子的话、嗯、他在那边冒汗完了一出来凉对你在屋里面还得让他去适应对对没有必要暑伏天气难熬从衣食住全方位保护宝贝衣薄宽松容易穿脱最佳外出带一件小外套以防酒店餐厅空调过冷食孩子胃肠功能减弱易患肠道疾病尽量不要使用外购的熟食
可选择桃子、苹果、橙子等温和的水果。注：开空调时，室温保持在26摄氏度较适宜，空调不能直吹宝宝。记住，不要频繁开关空调，保持每天室内通风，一定要记得定期清洗过滤网哦。夏季防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防暑传言吗？刚才我们是从这个宝宝生活中的几个方面来说了一下怎么给宝宝消暑降温，其实在家庭里面还经常引起矛盾呢。就比如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就有这么一对儿，一位是姥姥，一位是妈妈。大家好，我是小毛桃的妈妈，今年小毛桃已经2周岁了。大家好，我是小毛桃的姥姥，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是我带的。他们就为怎么给宝宝防止中暑吵起来了。他们之前跟我聊了一下，我就总结了一下，主要吵的有这几个方面。比如第一个方面就是天气太热，一定给宝宝剃光头。夏天一到啊，这个孩子的头发都会长，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他已经不是说60年70年，现在的孩子带出去以后一般都是要凹造型的，所以这个孩子的头发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到夏天以后，我爸我妈就会经常跟我说，哎呀，头发剃了吧，剃完以后这个重新再长一茬的时候头发会更黑，然后要不然就会对着灯光说，你看你看，头发黄了吧黄了吧，这就是因为没剃头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我们叫大秃瓢，大多的孩子都被姥姥剃过。其实我们做个调查，给孩子剃过秃瓢的妈妈举手。我被剃过，我被剃过，我也剃过。我是剃满月的时候剃了。不是，我们每到夏天，姥姥就给孩子剃，真的。所以剃秃瓢是不是防暑、防暑降温凉快？我们真的要请教一下专家。对，专家说了算，好不好，姥姥？好好。护理的角度，确实你头发多的时候，痱子确实容易比较多，因为它那汗都没办法散发出去，而且你没办法擦。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要两方都兼顾。一个是比如说小宝宝，比如说1-2岁的孩子容易起痱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夏季给他头发剪得短一点，因为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皮肤的那个耐受，头皮的耐受性都会好很多，那么他痱子也会逐渐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别都给孩子剃成秃瓢了，因为孩子大了他也爱美了嘛，所以就是我们就不用再剪短了。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头发真的是越剪越好吗？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应该也是有遗传的关系吧。 对，这个其实是这个主要还是遗传方面的，就是跟那个什么越剪越好其实关系没有关系。对，好，那我们来看看你们两位争论的第二个点是什么哈，就是天气再热都得穿袜子，脚下生凉什么肾不好。对，我妈是这样说的，寒从脚走。阿姨你是辽宁人吧？我们也是鞍山的。也是鞍山的是吗？对，你看看鞍山人就是这样。我上班之前我妈会脱了，中间穿不穿不知道了，但是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定是脱下来的。给你看的寒从脚下走嘛，完事是穿上，一个是屋里太凉怕拔着。哎呦，好亲切我的口音。对，我的天哪，就是脚踩到凉的就把你脚给拔凉了。拔凉了这个意思。完了，再一个再穿鞋什么的还不磨脚。东北人夏天特爱干嘛你知道吗？就给小朋友穿着这么高的白色袜子再穿一双凉鞋。对的对的，对吧？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普遍的这个话题。那么一般的我们专业来讲，尤其是我们夏天的天气，就是不用让他穿。其实您这个大孩子呀，他就被您已经就是习惯了。你要说特别本能的孩子穿不穿袜子，就是小宝宝就能看出来，他坐在那就把袜子揪了。对对对对，对吧？你给穿上他就给揪了，对，你穿上他就给揪了。为什么？他是一种就是热性体质，他比我们爱出汗，对吧？怕热。当然了，如果家里面比如说是那种就是特凉的那种特凉的那种大理石的大理石的那种室温又给的特低，咱们就说可以穿很薄很薄的袜子。就是看到穿这么长的袜子，我说您怎么不穿呀？对，真的给我们孩子都热死了。我小时候还给我穿过膝袜子。对呀，啥袜子？过膝，过膝的尼龙丝这样的袜子，那不挺洋气的吗？都到这儿了那种。看过一个节目，他说这个小孩是用脚来感知世界的，他去哦，这是尖的，这是凉的，这是热的，所以这样的孩子就很聪明，
他发育很早。这个事儿我给姥姥讲了以后，姥姥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呀，在袜子跟聪明之间，姥姥选择了聪明。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对待我们的长辈，首先要肯定他，对，肯定他这份操心，但同时呢，你要懂得用智慧去影响他。嗯，所以两个人是不是应该对对方说点什么呢？但是大家都是好心。对，妈，我觉得穿袜子也挺好的。毕竟你看小毛桃从长这么大都是你一直在带的，我因为上班的时间，所以不要激动我因为上班的时间比较忙，所以很多时候现在有一句话叫做妈妈生姥姥养。其实我一直就觉得真的就是，其实我一直就觉得我生完这个孩子就跟给我妈生了一个二胎是一样的。哎呦，但是因为毕竟是两代人的这个育儿观念会不同，所以很多时候经常是会起争执。很多人都说你也是我给你带大的，也是这样带大的。但是我觉得会像静姐说的，就是在中间折中，妈妈辛苦了。哇，哎呀，有这应该的，这应该的。我也听，哎，听了那个陈主任那番话嘛，我也应该接受你的意见。嗯，哎呀，今天其实还蛮有意义的。我们不光是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更重要的就是情商。对，我觉得不是要把家里另外一个人推到你的对立面上。是的，对。那我觉得做了妈妈和爸爸以后，其实要学的东西特别多。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对，没有对跟错，对，或者怎么样引导大家去接受一个对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成长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对，哎，好有幸福感啊！听完静姐说完这些，谢谢陈英医生，也是特别感谢我们的黄英啊，二英组合真的是两位女英雄。那接下来我们也要特别的来考验一下，今天黄英到底在现场学到的知识干货有没有被吸收进去呢？那接下来就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到奥运品质守护宝宝成长的伊利金领冠爱的么么哒。欢迎大家来到奥运品质守护宝宝成长的伊利金领冠爱的么么哒。现在是我们的爱的么么哒环节，今天我们的挑战官黄英小姐将在我们的舞台上身为妈妈来跟我们进行答题，看一看今天她到底有没有好好听我们的讲课，好不好？好好。那现在要给我们的黄英幺儿说一下我们的今天游戏的规则。伊利金领冠爱的么么哒有四道问题，每答对一道问题会获得一个飞吻，每个飞吻可以换取由京东母婴提供的100元京东一卡，如果全部答对会有双倍奖励。本期会有一道由伊利金领冠提供的育儿助力题，如果嘉宾答对了育儿助力题，就会获得由伊利金领冠提供的大礼包。话不多说，答题开始。所以黄英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的，各位请开始答题。现在高温天气持续不断，熊宝在家蔫儿乎乎的，姥姥一直不给开空调，请问三岁以下的宝宝可以开空调吗？可以。A, 抢答了。好。A, 可以。可以。B, 不可以，请作答。可以。可以。对。你确定吗？确定，肯定可以。肯定可以。对。我的天哪，不愧生过两个宝宝了，真的是好有经验，恭喜回答正确。耶、yeah!请听下一题，给宝宝修剪指甲的正确顺序是 A 先剪中间再修两头， B 先剪两头再修中间，请黄英作答。还是 A 吗？嗯。哎，你老是这么斩钉截铁的，我这个出题官很没有成就感呢。肯定是 A。 先去剪我们的中间再修两头，对吗？嗯。哎，这个是为什么？我还真的不知道。哎，习惯，因为中间的高嘛，啊，因为中间的高一些。但是我真的是习惯，就是觉得中间的高就从边上往边上剪，哦，中间往外面剪。我只能说，黄英是个天生当妈的好材料，恭喜你回答正确。接下来，请听下一题，有关卡通，《米奇妙妙屋》当中的高飞 Goffrey， 它是什么动物呢 ？A. 老鼠 ，B. 狗，请作答。老鼠吧。其实说实话，我没有看过，就是米奇啊，这个，就是米奇这部电影当中，就米奇高飞是什么动物？因为米奇是一个老鼠嘛。对，
那高分哦，狗。赶紧恭喜黄英回答正确。天哪，三道问题回答得非常顺畅，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毅力警官育儿助力题，黄英一定要好好作答，请听题。伊利金领冠育儿助力题，母乳当中对婴儿生长发育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成分是 A 蛋白质和脂肪， B 乳糖和维生素，请作答。 A 脂肪和蛋白质，不用考虑啊，母乳里面就是脂肪，脂肪就很重要，还有蛋白质、对，像乳糖的话，我女儿就对乳糖有点不太耐受。听说有一句话你认可吗？就是说蛋白质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宝宝就不能有好的生命成长。当然很重要了，每个蛋白质对我们成人也是啊。我现在正在考虑黄英同学是不是悄悄在喝他女儿的伊利金领冠啊，怎么这么反应快呢？好的，各位在这里要隆重的恭喜我们的嘉宾黄英挑战成功四题全部回答正确。蛋白质和脂肪是母乳中最重要的两种营养物质，蛋白质是生命物质的基础，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脂肪负责人体的50%能量来源，特含阿尔法加贝塔专利蛋白组合，宝宝营养好吸收。脂肪结构 OPO 分子结构，亲和人体脂质结构，更易被身体吸收，便便通畅不上火。优质蛋白及 OPO 含量更高，助力宝宝营养全面吸收，增强宝宝免疫力。他可以获得价值双倍的由京东明提供的价值800元的京东一卡的同时，还能够获得伊利警官提供的育儿大礼包，恭喜黄英，谢谢。哎呀，我就觉得今天也特别谢谢你老公，对，被我们临时抓上来。我今天也很谢谢拜托妈妈，我今天也在跟我的同事讲，其实我来这里不光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学习的。所以特别感谢陈主任还有这样的专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而且我觉得就是特别希望大家把这个我们的节目哈、也推荐给孩子的姥姥奶奶。所以播出时间特别重要，播出时间就是每周四晚的21:25，我们的节目会在山东卫视准时和您见面。是的，除了这些以外，也欢迎大家呢要关注我们的拜托妈妈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攻略两个字，就会有0-1岁宝宝遇到的所有的育儿问题全部都向你解答。除此以外，我们的全新的新媒体在我们的抖音、小红书等等所有你知道的社交平台上就可以找到，搜索拜托妈妈，给你更多育儿知识。最后让我们来一起说我们的口号，就是做妈妈很 OK。 感谢新浪微博、腾讯视频、爱奇艺用户搜狐视频、乐视 PPTV、 风行网、第一视频、好兔视频、闪电新闻、齐鲁网等媒体的大力支持。